我觉得阿哥朋友最好，怎么样，可以个？施工，同志们，我们这个地方最主要脱贫关键在于这个修路的事情上了。老百姓很艰苦，下山盘山，很累。 很多茶叶翻转不起来，就是自条路，老百姓的呼求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个路，确实我们修了，我们的老百姓就一定能脱贫吗？哎，一定能脱贫。你有这个信心？我有这个信心，我有这个把握。 没得吃饭就没，给咋没咋干巴的。哎，给了是不看，我们地主也多干巴个没的。我这条的，这个没有没有吃饭的，这个兄弟，吃个鸡，面和面就做着方便大的，俺们一天没他钱。我们这个地方不是。 不适宜猴子这一类，就是适合种玉米，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地全部要让老百姓是一颗苞谷都不去种，没有这个说法的。我还把林业局的同志一块叫上来，啊，这个事情我要听他们的意见，到底在这块地上他们是怎么考虑的？ 阿登，不要着急，不要再来找我了。核桃下面种的什么呢？一样都不种了，什么都没有了，哎，还没放。那你看，哎。
小人都是吧。这个退耕还林呢，政策是好政策，但是不允许种高杆的这个情况下，相对成熟的这个低杆的经济作物呢，又推广不到他们田里面，在这生存的老百姓，包谷是他的主粮嘛，主要饲料也是包谷，你让他运输过来，他饲料成本也比较高的。你今天早上光着脚就跑到我那儿来，然后呢还很不开心的就离开了。你离开那会儿我都很难过的。在沙瓦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要回去商量。所以我给你承诺的一个是什么呢？一定会给你答复，好不好？好。但是呢，心不能堵着，也别不开心。有些工作我们慢慢做，好吗？啊，答不答应我？啊，答应答应。爸爸呢？娘。村土质基本上就是这种类型的。目前是这个大炊收产的季节，希望这个呢，我们这个地不要荒弃了。农业局推荐我们做两样农作物了嘛，第一种是墨鱼干，第二种是说是茶叶干。做墨鱼的多呢，就是怕这个背部下口。现在吉州需要解决老百姓的是什么困难？我们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这条路。喂呢，一下去卡了喂。这边公路没通吧？这八里花钱往沙发人家，对吧？这沙发村人啊。这边俺邻居他铲屎瓜，你要得抓车吧？你看个。大姐，我娘在拉边边，我在搬搬人家。我们从219县到沙瓦村，这一条路我们行走的时间是2.5小时，村民行走的时间呢可能比我们稍快一点，但是也是在2小时左右，生活呢确实，特别的不方便。修路肯定可以帮助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增加他们脱贫的速度，但是一定不是解决脱贫的唯一办法。路的问题呢，关系到是搬迁还是修路就地脱贫的问题。但我们的决定呢，要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来展开的。
好，鼓掌。好，不错啊，不错，上次学得很好。老板不准吃手，把手伸出来，快点。老板站起来，到你了，你来。认真一点啊，老板。老板，离离原上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一岁一枯荣。手不能乱动嘛，对不对？啊，野火烧不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春风又清新。今年的十月份开始吧，连续可能每个周末或者每两个周都会上来一次。干了一个是异地搬迁的动员，这个肯定重点工作。这个工作的话是，他也不光是我们批货箱在搬，给他大叔教一个。哎呦，把叫他们把小军，我说他们是一句话都不想听了。这么大一批不？妹妹阿姨可以穿，阿梦阿姨可以穿。那工作室头，大姨也把阿姨，你得阿姨，你得阿姨，这么回来把阿姨阿姨捞。是过看见，没过看见，把阿姨啥？咱阿姨阿叔工作忙起来，把啥俩都阿懂了不？把他们吃了不？为什么动员搬迁？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脱贫致富。但这个搬与不搬，最终是老百姓来定的。但目的是要脱贫，既能脱贫，还要长远发展。这个路是广西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你说要阿哥去走，你在石头，要是说，要是石头石头要不接的，那反正。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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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老王先生，我们乡亲们，听清了，为了发展我们的田园经济，政府为我们每家每户都准备了十棵花果树苗，大家今天就去村委会领取这些树苗，给记住了。坐到路上的风拉他的话就要拉进来，当时呢得了一块木把医院黑拉进把了拉进来了拉进来Grandma
起步。喜欢有一条自动自动啊，而且特别是身边还有小孩，我可是他学个这方面更落后。谢，我看这也是咱们村里面现在贫困致贫的关键因素。县里边像这样的村子的条件的其实并不多，放眼一看我们这个整个怒江峡谷尽收眼底，一边是有我们的皇冠山啊，还有稻田，这种资源其实让我想到了这个村以后在旅游产业上面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这个直沟地区的村主道路，这个党中央国务院是有政策的啊。今天来调研的基本情况是吻合的吧？像沙瓦村这个一样，它是基本上在那个盘子里面的。回去以后我们会研究怎么这沙瓦公路怎么修建的问题，好不好？修路的同时我们一定保护好生态。按照目前我们沙瓦村的这个情况呢，最关键的问题是有路走，如果没解决，这条路仍然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的态度是人民群众需要我们就坚决的干。我个人是完全赞同修路，解决沙瓦村近700人老百姓呢通不上路的问题，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这条路它既是一条生命的路，旅游的路，更是一条产业的路。哇，我们一定要统筹好这条路的建设期限和我们脱贫攻坚的这个年限要对接好，为我们脱贫攻坚打好基础。我们工作组织认为脱贫攻坚不能等，在沙瓦这点吧，具备我们就地脱贫的这个条件，一方水土能够养活一方人。大家都期盼修一条路，县委政府呢就决定挖这条路了。走了这个通出公路了嘛？第一个方案是不需要跨河道，减少这个河水对道路的影响啊，施工难度加小，不需要这个加设大的桥梁，降低投资啊。我还比较赞成这个方案，因为这个起头离开了 L9线，一直比较可惜。那我们就做个举事表决，把这个方案提了以后，我们就提交给县委政府这边，由县委政府最后面做决策。那拖延第一方案呢，继续走，我就一直拖过了，啊。全子岸村的村民郑重承诺，无论开挖公路经过谁家的地，我们都自愿无条件的让出土地。沿线影响谁家的庄稼和经济林果等农作物，均不要补偿和赔偿。啊，这回我们的承诺书是签好了，我回去有乡里面有急事往县里面报，我希望大家下一步一定积极配合好啊。太好了，有希望了，石路石路。我姐，
这份动物保护呢，你就好，你的米水水啥啥的我都喂。那给给，那看看，干嘛你好烦死好塞的，看我那里啥大哥啊喂。这个我那里，没啥拉屎，我这看看水果动物动物那些水啥啥的我。我儿子给我说人把你米水十块碗，麻豆十块碗我了。我宣布湖贡县皮湖乡沙洼村农村公路开工。公共卫生间，我们就
洗澡洗衣服那些个，然后这边有个卧室，这个就是主卧，这里是大门个，进来主卧里面只带个卫生间，跟城里面都一样。现在我是鸡养起了那个鸭，养起了草果也是种起了几年光果了。我个人那话是不把我是老大。现在食物摆在这点，也带着大家去看过，是不是？现在是我们健忘掉了，是吧？但作为你们两个呢，我觉得有意向，我也有必要再来跟你们谈一谈，是不是？动员大家去目的是什么？是过更好的生活。房子确实好呢，而且还有一块菜未拆园地，挨家挨户，都是真的。大河政府对我们的最好那个了，我们看到了那个，我真的心动了。像今天嘛，我大夫给你们打了就定了。好好，江浩哥呢？现在白小姐再有什么顾虑了，是吧？踏踏实实下去，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想你们曾经也进城进过城，复工应该看过，看人家住那些漂亮的房子，肯定有冲动，哎，我这点都有那么妥，可是有种想法肯定有过。现在这个梦想是实现掉了，就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害怕嘛，咋个一下子给我几十万一套房子是吧？吃了，想崛起了，放下去。安居的问题，明天请住建部门的上来，来看哈，是吧？这个需要异地搬迁呢，我们还是争取往下搬。这个不愿意异地搬迁，需要就地改造呢。这个我们要给老百姓一个很好的改造那个房。这个今天晚上趁天色还亮的时候，这个大家就带起刚才说的那些问题，这个我们入户进行调查。你现在跟谁连着的嘛？我们把它这个连了不成了，是吧？这个连直接我们到水里也就养殖不成了。养殖好，而且里面的这些个地方好了嘛，你也就不想去动它。如果烂了，你还需要把它换掉。那你意思就是必须要在这个小卖部这点来搞这个你农委改革，这种你才同意？你这种想法不太行啊。农村的住房这个了嘛，它是有要求，就是一户一宅，对不对？你老房不拆除，你在你的小卖部这个地方重新盖一个，你就变成一户两宅，对不对？
现在你们是那边高师傅在喽，我是帮你们这个拿出来，我们那个哥。不是你五十个？不是，这个是我儿子的五十。我看看，两个姑娘外面读书，这个是我儿子的五十。满意了吗？满意了，满意了。对，这个是满意了，还是质量还是差不多这个。是啊，可以可以。我们沙瓦人祖祖辈辈盼望的这条路终于修通了。又熟了，哎呦，那小二呢？说吧，没有黑水吧？你说哪里五天白黑哟？我要黑把路，白水黑把水面不挡我。我。马拉松比赛、友谊赛，现在准备。玩马球，跑慢一点啊！知道了，走走走，哎呀，你这个准备开始。公路弯弯胸通罗，哦哦哦哦哦哦，小花花们高兴罗，哦哦哦哦哦哦，老爷爷们笑呵呵，哦哦哦哦哦哦，好日子们过起来，哦。现在是立家拼的时刻，就玩的最公开就。所有运动员，马上。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我哥他们。贝利啊，贝利啊，你想见到我叫他吗？奥特曼，我没见到你啊，在。不如奥特曼小怪兽。莉莉啊，说贝利啊。老板。你上来，快坐了，快坐下，快坐下，拿凳子坐下，快，红卓，坐好，对，好，咏柳，咏柳，碧玉妆成，碧玉妆成，一树高，一树高，万条垂下，万条垂下，绿丝绦。电筒们不需要带吧？电筒不需要，电筒不需要。北京到处是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节目。别想什么的。你东西是差不多，我们在这等一下，你这等一下他们，等一下卢老师，等一下李成芳，我们去等一下，我去接一下他们、嗯。啊，到时候他们过来以后，我们一起走吧。嗯，好吧，干、嗯、啊、嗯、啊、嗯，要得。妈妈，向前来。好，你来。来，你们上。慢点。听话，老板。我叫陆翠花，我今年20岁，我是一名志愿者老师。大家好，我叫七姐姐，我今年6岁了。欢迎你来到北京。大家好，我叫李翠花，我今年6岁。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其实我们真的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让山里的孩子走出来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也让孩子们明白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让他们被点亮希望之光。四队。哎，撒网的小二哥来里头吃了。哦，对，这个是，高压锅，还有加热器。嗯，等下你们回家嘛，再去点哈你们那家里面的那个工作人员，帮你们搬几个的物资噶，看看够齐全，不齐全的他们你们有能力干。好干。媳妇入住室喽，来。是喽，什么都贵了事。Check.
爸我包里嘞，伢娃打的花呢，妈没擦大锅。原来是为啥么样子？哎，说回我刚给他接触，一天要是做把一的，你爹母的给我查了。骗出来骗他妈吃饭搞，把一哎的自己的搞这么啥，出门，这么就投资的瓜，也就也就嘞。哎，弄出来天都那特产有没？我们这个也就看下这个，这个从我这就我的旁边看过不？真的多，看个这个味，什么都多。从半山腰看入江，能看到这么蜿蜒、这么长的距离的点很少。嗯。但沙瓦这个，它刚好在一个平台上直视过去，它的视线所及范围应该是最长的。嗯这个，我们这样，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嗯，因为调研嘛，我们把这个照片拍一下，就是这边的是吧？对，因为接下来呢，就像这个地方可能会作为一个游客中心，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场地嘛。啥时间不？啥时候？我觉得是老庙是搞不？老庙。二十帮家二大的的，是怕的。哦，今天来过不？错过是不？来来来，哦，看看，哎呀，干吃不干吃不？哎呦，哦，说什么这是你的包房一下让我感觉到，那就是我们乐居的生命产物。
这样子。